出春日最后一支点，来交换天边遥远的明月。我问明月为何难成圆，留不住深埋心底的眷恋。山中若无眠，相对望远，许许说心事，欢风不歇，可捎去长久的思念。海浪拥抱誓言，是否等待了千年，却在沙里等下个潮汐，再度相约。春风吹漂泊，降落在你的眉间。你的岛屿已抵达，由番茄小说网络冠名播出。你的岛屿已抵达，由中国桃花源网络冠名播出。番茄小说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中国桃花源，湖南常德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他的愧疚，这是使命。族长放心，我会牢记我的使命。
我不认识你，你认错人了。你不认识我，为什么要哭呢？冯导，没了眼。好，那就当之前我们没有认识过。现在我们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沈七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就没必要认识了，有新的岛主来了，我马上就离开。那你就更有必要认识我了，我在这岛上跟岛主住一次的，他什么都得请教我。我就住。那，我先带你熟悉熟悉岛上的生活。你会用灶台吗？你会挖野菜吗？这样，你请我吃个饭，我全都教你。我没时间。你会有时间的。人命关天，岛主你快一点！这就是你说的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！都怪他说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这还不算大事吗？全岛生灵的生命之源竟然不转动了。如果今晚修不好，明天我的院子将会是一片萧瑟，满目飘零。是这样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样就那样了。捉弄我有意思吗？真的，我之前怎么转都转不动。那你也不应该用人命关天这种事情来开玩笑吧。对不起，我向你赔礼道歉。我没生气。那你没生气，你就收下我的花吧。这块可香了，我没骗你，你闻闻。是吧？我没骗你吧？别动。什么呀？虫子。再骗我，你下手跟他一样。哦，你的花，纯银的铃铛就是难伺候，这么容易氧化变黑。用帮忙吗，岛主？这事我自己来，你去忙别的吧。
即便他醒来，你们也永世不能相爱。别用手拿，怎么能直接用手拿的？你疯了吗？疼不疼啊？你疼不疼啊？那你叫什么名字？不疼，没碰到。你凶干嘛？这么晚了，你过来干嘛？我今天本来是来给你送花的。你送我这个做什么？因为他的花语是我喜欢你。可我不喜欢郁金香。好了，别难过了。生物电的变化会转化为合成器里的音调变化。你听听，你的花在给你唱歌呢。怎么，不想听吗？不想听。还有啊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难过了？我又不喜欢他，我难过什么呀？不喜欢？你体内的多巴胺分泌的还真是随意，刚不久才找我配合撩人家。我撩他？我闲着没事干了吗？我又没说喜欢他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你别安慰我，搞得我多难过死。说说吧，你怎么就喜欢上他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没见过几次面，我却熟悉到像是很多年前就认识了一样。我以前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他。可是既然他拒绝了我，我为什么会难过呢？谢瑶，我好像真的有点喜欢他。
风轻轻，长夜无尽，欢迎来到我的海域，摘下风行，编织奇遇，尘世间一起飞行，潜入一泥梦境，我会成为矗立着的岛屿。不要探寻小岛的秘密，听繁星歌唱，看海浪呼吸，月光把爱藏进了岛屿，破碎里寻觅，猝不及在这里，就让黑夜做我的眼睛，刻进了灵魂。岛主，你怎么知道他今晚要来这儿呢？他每次难过的时候都会跑到这儿来，这么多年了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。岛主呀，他需要的不是萤火虫，需要的是一个能一直陪伴他的人。有你们陪着我也挺好的。逃避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防御机制，你这个时候想走我完全理解，赶紧去吧。我再给你重申一遍，我没被拒绝，你个没良心的。我出去是为了给你找药草的土壤配方，你那药草迟迟不开花就是土壤问题，知道吗？大恩不言谢。嗯，不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帮你找土，你帮我送花。OK。谁送的花啊？小七姐送的。还给她，就说我不要。岛主，有没有可能这花是送给我的呀？你？是啊，小七姐给岛民们全部送了花。你没收到啊？给你还是给我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了。岛主，你看，你看，锦赠小菜，喜欢你哦。岛主，这个锦字这是专门属于我的花。可能我之前跟他说过我不喜欢郁金香。全岛那么多人，只你不喜欢。哎，我还把花给你放这儿哈。明白我不喜欢什么花。岛主，其实并不是什么平白无故，小七姐要离开一宁岛了。方总，你放心，就算我休年假也不会耽误工作进度。医生说了，没什么大问题，注意一下休息就好了。好好，先这样。包给我。
没事吧？打上了小偷，对，在洞口边的树林。好，把他抓进派出所处理吧。对。喂。你为什么要走？你不想要走吗？岛外很危险，没事的话还是不要理他。你是在担心我吗？那你以什么身份担心我呢？最后一艘渡船已经走了，你赶紧回家吧。是你的包吗？谢谢啊。快看看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少。要不我加你个好友吧，给你转一笔感谢费。不用，在我们这儿啊，做好事不是为了要报酬。沈七姐姐，哎，那我去看一下我们的行李，别丢了。嗯，沈七姐姐，你能送一束花给我们吗？我想用你的花朵给萤火虫做一张小床，让他们香香甜甜的睡觉。你们从哪儿抓的这么多萤火虫呀？不是我们抓的，是岛主先生送的。岛主？嗯，昨天晚上岛主先生在做萤火虫，他送了我们几只，还让我们不要告诉别人。嘘，不许告诉别人。沈七姐姐不是别人啊。为什么每次小七碰到我，我都会心痛？难道这就是阿曼婆所说的惩罚吗？你要付出代价。生生世世，相爱不迟。